今天我们讲这个周易的同人卦。像这个卦呢，也是我们学习啊，了解一下这个易经啊。以前师傅从来没讲过，今天正好碰巧看见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同人卦是易经64卦里面的第13卦。同人卦呢，是阐释这个合同的原则。此卦的主要精神是，首先应当破除一家一族的私见，重视大同，不计较小义，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以道义为基础，以义中求同，积极地广泛与人合同，才能够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就是我们说共产主义也是这个意思。正义必然是邪恶屈服，但障碍呢，必须果敢的排除。同人的意思呢，是会同他人。会同他人呢，包含了多方面啊，打比方，人和人之间交朋友啊，夫妻之间啊，还有一家人，代表你是一家之主，你怎么样让这个家庭和睦？啊，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领导，或者你是一个公司的主管，你怎么能够啊让这个公司团结一致？或者我们这个公司呢要跟别的公司要合并，那么怎么样能够完成收购？还有呢，种族和种族之间的这种融合，你看中华民族是吧，56个民族啊，我们最早的祖先们呢，他就是用这种同人卦，然后把这些各个民族啊融合在一起，合同啊能够和平相处，然后呢互相通婚呢，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国家的人了啊。所以说种族和种族之间的合同，但是大呢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合同，这都是合同啊。我们怎么样跟别人和合？当然了，这个和合的前提是志同道合，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所以说呢，关键还是志要同，道要合，这样才能够完成这个同人卦。那这同人卦的关键呢，就是还在这个地方，怎么样能够思想上最后达成一致，就是能够说服他啊，说服对方，或者是影响对方，或者我们说教化感化，用什么方式来完成这个合同呢？关键还是心呢。同人卦呢，它这个下面的卦是离卦，是主卦。那离卦呢，卦象是火啊，特性是光明而有依附，阳数是午。上面是乾卦，乾卦的卦象是天，特性是强健，自强不息。阳数呢是七。主方在积极主动的行动的时候呢，由于本身的这个素质啊、身体状况啊，或者是经济条件呢，各方面哈处于弱势啊，不得不会同他人啊，需要朋友，需要家庭，需要公司。你一个人干公司干不了的是吧？你需要员工啊，需要多的人一起来完成一个事业，就是自身的这个力量不够，要取得他人的支持和帮助。所以说我们要和合啊，就现在讲就是要团队是吧，你要做一个事情一个人做不了的，需要团队来完成。那么这个卦呢分六爻，从下往上算，下面是离卦，两个阳爻中间是个阴爻，一爻是阳爻，二爻是阴爻，三爻是阳爻，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中间是个阴爻，上面是乾卦，就是三横了，都是阳爻啊。所以说这个同人卦呢，只有二爻，这个六二呢是阴爻啊，其他的都是阳爻。好，我们开始呢解释啊。离卦呢代表主动的方面啊，乾卦是代表客方，对方，主方哈。是用离卦来代表，
积极谋求和扩大自己的这个利益，这无可非议。那么呢，他的自身的素质啊，或者是条件呢、较差，处于弱势是现实。缺乏经验，慢慢的积累，资金不足呢，慢慢的设法筹措。健康不佳，可以加强锻炼、补养或者治疗。这些呢，都是现实。我们主方呢是处于一个弱势，所以需要去合同。态度强硬呢也是正常的。主方需要保护和获取利益，应当有坚定而明朗的态度。这说得很清楚哈，要坚定而明朗。那么客方呢，它属于这个强势啊，各方面都比较有优势。那么呢，你要跟他合同呢，他肯定会存在着矛盾。客方的态度也是强硬的啊。打比方，我们现在想统一台湾是吧，也是有这个问题。我们态度强硬，对方态度也很强硬。那我们有一些优势，但是呢我们也有弱势啊。那我们呢怎么样呢能够完成这件事呢？这个需要方法。主方呢，就是我们自方呢，必须慎重地处理与客方的矛盾。处理好与客方的矛盾呢，主方才能够从客方的良好素质方面获得利益。就融合嘛啊。我们跟人交朋友也好，都是可以受益。包括我们亲近善知识也是一种合同卦。亲近善知识的话，那你自身的素质各方面都不行啊。那你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合同呢？这需要方法了啊，这都跟这个卦有关系。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译文呢，就是与他人在野外会同顺利，有利于涉越大江大河，有利于君子坚持。同人卦呢的主卦，这里说的是离卦啊，离卦的卦象是火了啊，客卦是乾卦，卦象是天，火光冲天，照亮四方，象征对主方有利的形式。离卦的特点呢是光明而有依附，依附于可燃物啊，像氧气，其中心暗淡而温度较低，表明主方素质条件差一些。主方依附于客方的良好条件，以维持燃烧和发射光亮。火焰是往上的啊，表明主方的积极主动的热烈追求。这追求呢，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然而主方需要客方的帮助，需要与客方联合，所以同人于野。同人于野呢是亨利涉大川，亨表示顺利吉祥的意思，涉大川呢就是表示能做大事情，做大的事业，人和人之间都很和平相处，大家都很和和啊，全世界都没有军队，那么呢大家都和和了，互相不打仗，那么世界不就大同了吗？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叫利涉大川，天下大同，也是野外，代表广阔。那君子具有广阔的胸怀，象征与人的和睦相处，和别人亲密地走在宽广的原野上。那这里说君子有广阔的胸怀，这样非常好。我们这做修行呢，也是心包这个法界的众生。就是我们心里面装着天下的一切众生，对他们都有一种平等慈悲的心，这也是一种大同的。你首先自己的心已经大同了，是吧？一切唯心造嘛。你的心先大同了以后，你才能够慢慢的把法界的众生都大同了。关键还是思想上去同化。我们这个自古以来中国的这个古人很智慧啊，都是用文化来同化各个民族啊，然后联合起来，然后中国呢才变得这么广大啊！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直都是最大的一个国家啊！我们这个祖先有智慧，现在还是啊，这个大呢不是说一定是土地一定大，
像俄罗斯那样的土地是广大，但是它是没有人的，是吧？几十里都找不到一个人，大西北那边啊，那也没用。同人卦呢叫天火同人卦，乾上离下，天在上，离在下，象征着这个火有表象哈、啊，天在高处，火势熊熊而上，天与火亲和相处。君子呢要明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明辨是非，求同存异，团结众人啊，这样才能够啊天下大同。这个续卦传上有说哈，物不可以中匹，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同是会同合同，突破闭塞的世界，不要闭关锁国啊，不要固步自封。你看一个人如果不跟人家交朋友，你还说你有自闭症，自闭了，不跟人家玩，不交朋友了，跟谁都不能在一块，那就自闭。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意思是事物不可能老是阻隔不通，阻塞到一定的程度定会突破阻碍，走向合同。所以在匹卦之后接的就是同人卦，匹及泰来啊，你们都听过啊，以人呢能够同心同德，万物就会来归附。所以在同人卦之后接的是大有卦啊。那么君子呢效仿火烧天的这种精神，光照天下啊，这个天是代表天下的啊，光明普照十方嘛，以同类积聚成竹的大同精神去辨别万物的差异，在事物的处理上重视大同，不可计较小异啊。我们凡夫就是很容易计较这个小异啊，眼睛就看着这个不同的地方较真计较，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家庭两个人在一起挑毛病是吧，计较这个小异 啊不重视大同。这个外卦呢就是乾卦呢是刚健不懈，乾嘛是表示君子自强不息，乾卦。内卦是离，离是明卦啊，意味着内心光明啊，内心光明。外向呢是刚健的性格。这个六二呢是中正，九五呢是适应性，这些都是纯洁正直的德行啊，就是我们首先要纯洁正直，这样的话战断是人人调和，意志沟通，坚决果断，符合君子的原则啊。我们抱着正义哈，我们要不卑不亢，坚决果断，心不要虚，对吧？你内心光明呢，心就不虚了，光明正大的是吧，不用发虚的。第二个爻呢就是同人于门，无咎，那与他人在门前会同，无所怪罪。那这个爻呢也是主方积极主动的去谋取扩大自己的利益啊，比如说这个创新啊，创业啊，投资啊，进攻啊，求职啊，示爱啊等等，这个主方呢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是应当的，但是由于客方强大，行动不容易，尽力而为，无所怪罪。这是一个过程啊，这个意思就是要坚持，就是你这个客方呢还是不和谐，这个时候哈、啊、有矛盾，主方应当注意妥善处理与客方的矛盾。这个易经嘛，就是讲我们要善于善变啊，说的意思就是善巧方便啊，不是我们这个世间人说太过于那种善变啊，就是我们善变的是这个善巧方便的意思，但是我们内心的是这个光明的啊，内心呢是正义的，不是说这个内心没有原则的那种善变。所以说我们做人也是这样说，内方外圆啊，方的意思就是有原则的意思，方正的意思啊，外圆呢就是我们和人相处呢应该啊，外面要善巧啊，圆融，这样的话才能够和谐相处，然后能够感化众生。外表就是不能够过于的这个锋芒毕露。这个门代表各自的活动的一个范围，是吧？
把这个门打开了，就是啊，国有国门，家有家门啊，你个人还有私人的空间，都是要打开这个门才能够开始接触，象征着中间没有私情存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公正而广阔啊。这个同类门呢也是这个意思啊，在外面大家都公开，就是这个意思啊，能够互相沟通，公开公正的公平的和人沟通。同人于中令，在宗派内会同他人吝啬，这个爻呢就是表示呢这个主方呢我们现在还是条件也比较差，素质也比较差，应当联系更广泛的人啊，争取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和帮助。如果只联系宗派内的人呢就很不够，显得很吝啬啊，就是意思说你只跟你自己的有相同信仰的人来往，代表我们只跟自己道友来往，是吧？外面的人就不接触啊，或者跟其他的道场的师傅啊也不来往啊，或者跟世间人呢完全不来往，拒绝和人家的来往，不去感化他们，那你就不可能达到这个大同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说不能够局限于宗派内部啊，而是应该主动的出去度化人，积极的去利益众生啊。当然也要随顺因缘啊，我们也不是强拉硬拽，反正跟人交往的时候都会存在着矛盾啊，你们之见不同啊，这个就是最大的矛盾了。然后呢利益上的不同，还有智慧上的不同，那智慧不同呢那差得更远了，那这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那你就很难沟通了啊。那我们智慧高，但是我们可能其他条件不如他，是吧？我们可能缺乏一些物质上的条件，或者我们缺乏福德，是吧？但你有智慧啊，你没有福报，对方福德厚，那么呢我们也要去亲近联合他，那学习他的这个厚德啊，然后呢跟他呢合同，你有智慧他有德行，那么你们互相学习啊，那就力量强大了很多倍了，就不止四倍了，你跟他合在一起，是吧？就可以利益到很多很多的众生啊，你有智慧你教他智慧，他有厚德呢可以教你怎么样的去积累福德，这样的话呢你们再合在一起才能够利益众生，那这样呢很好啊，就是不局限于啊内部，不局限于同宗同派，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正的和合，而不是那个同人于中之吝啬的啊，这种状态是不正确的，就是小范围的了，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利于这个啊世界大同天下大同理想世界，这个小宗小派的这种啊宗主之间的一种观念啊，或者这个小国寡民的一种观念啊啊，很多中国人就这样民族主义的啊，就是思想很狭隘，就觉得中国好轻视别的小国啊，甚至敌国啊，之所以成为敌人其实都是双方都有原因，关键是我们没有这种同人的思想，如果我们有这种同人思想的境界，别的国家也侵略不到我们啊，我们还没达到这个境界啊。你看原来我们在唐朝的时候你看就是这样啊，你看和亲是吧，西藏跟那个一些外族都是和亲的，当然也有个别的地方也有强硬的地方啊，如果对方的是完全是那个土匪耍无赖，我们也有该强硬的时候也要强硬，中国的唐朝的时候就是这样。那只和本宗啊本派的人呢和睦相处呢必然会惹来一些麻烦啊，就是你小心小量的，为什么会麻烦呢？别人说你这个结党营私了，是吧？因为你是只跟自己的人来往，跟别人就啊排斥啊不来往，甚至呢对立啊，对立时间久了一定会发生战争，只跟自己的家族或者小一小部分人来往的，这样的人呢小里小气的啊，小家子气的人啊，这样的人呢就肯定要出问题的啊，不能团结各个阶层的人，不能够跟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是吧？我们要跟各种各样的人都能交上朋友，都能交朋友啊，君子呢嘛和而不同嘛，和就是这样，但是不同性格不同啊，
各方面的这个爱好不同啊，这个志向不同，但是呢，他们呢还是合合的，是吧？芙蓉一莽，身骑高岭，三岁不兴。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有力量呢，我们潜藏。这里说把这个军队埋伏在密林草莽之间，占据附近的制高点，频频瞭望，三年不敢出兵。三年是多年的意思，就是不要着急。我们虽然有明朗的态度，有坚决的意志，当然我们要弘扬正法，是吧？我们意志坚定，我们不能够为了跟他合同放弃了自己的这个志向。但我们是发菩提心的，跟小乘的人在一块一亲近啊，你跟他学了忘失菩提心了，把菩提心给舍了，跟他去学解脱道去了，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菩提心要坚定，不是放弃自己的原则去跟他合同啊。所以说我们主方态度是强硬的，那态度强硬呢，但是呢对方态度也很强硬，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就是说芙蓉一莽，古代的时候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他就把这个军队埋伏在这个草莽间站在高处看看这个事态的变化，甚至好多年都不动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我们要统一台湾，但是呢我们也是芙蓉一莽，身骑高岭，三岁不兴，不是三岁了，我们很多年了，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轻举妄动轻举妄动的话对大家都不好，对他也不好，对我们也不好互相伤害了，是吧？兄弟之间互相残杀了，人家看笑话了那我们平常也是这样我们利益众生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也有一定的势力的我们要感化他。当然我们这个武器不是那种真的枪了，我们的武器是智慧的宝剑我们智慧的宝剑不能够过早的就拔出来，就是说你强迫对方接受你的知见你把你的这个智慧说出来，马上就要求对方去接受，要强行的去压迫他，他肯定不听。所以说我们刚开始度化众生的时候，不是一上来就讲很高的知见而是应该慢慢的去感化，用我们的道德去感化所以叫身骑高岭高岭就是站在很高的地方就是表示你心很正，有自见，然后呢观察这个变化。到了这个时候呢不要那么着急不要着急利益众生的时候也是这样，要和光同尘，我们说是吧，那祖师大德叫和光同尘，他并不急的就把他的自见就抛给你，包括这个夫妻之间也好，还有这个家庭更大的公司是吧，乃至民族之间国家之间都一样，它都需要一个善巧需要这种智慧。人和人之间呢，就是你不要急于的去把你的知见强迫对方一个人呢，两个人刚开始你看交朋友的时候都挺好，那时间久了慢慢的就开始了把自己的习气还有知见呢强加给对方，就开始吵架了，是吧你看那个谈恋爱的人呢，不要多久就开始吵来吵去的，然后呢磨合他就那个世间的人，公司之间呢，家庭之间都存在这些问题。所谓的制高点呢，你要站得高，你首先要有正义有智慧你才能站得高，站得高也代表你的见地高你的思想境界高，但是不要急着去强迫他家庭之间是最难的你想改变对方那几乎是不可能，你只能改变自己。所以说你看那个劝人叫家庭和睦的人，就是说不要做梦想改变对方做梦了，你这是做梦了，想改变对方，你只有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话呢对方看到了可能被你感化了你给他同化了，最后慢慢的他也向你学习，所以他也改变他自己了这个家庭就和睦了，是吧？就合同了，就实现了但现代人没这个智慧就是强迫对方听自己的，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拿着武器威胁恐吓，是吧？甚至打骂要求对方，
这个就是等于是出兵了，是吧？这里说不出兵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大家还是能和和啊，因为在这个卦爻上哈，就是对方还是很强大的，所以说我们呢，只是思想境界上高一点，但其他方面都弱小，所以只能是安忍。现在对方还不听你的，因为你的福报不够，各方面让他信服你的那种德行还不够啊，你光有自见，你说服不了对方。你光有这个从师父那里听来的自见啊，拿来鹦鹉学舌的跟别人说一说，别人怎么会相信你呢？对吧？所以说你要去实践，你要实修啊，让你有德行啊，慢慢的你说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的了，你自己的智慧啊，你自己的德行的展现，那对方慢慢的就能够改变了。趁其庸，福克功吉。趁其庸呢，就是登上啊，登上这个庸是这个古代的城墙啊，福克功呢就是不占领它，吉利。那表示呢，这个克方哈，就对方呢也是积极主动的谋起和扩大自己的利益，他们也是在创新啊，或者是投资啊，向我们进攻，或者是示爱啊、求职啊，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主方呢，应该登上城墙，不占领它，对主方吉利，对我们就是吉利。因为对方的这个各方面的条件都是良好，力量强大。如果对方积极主动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去跟他对抗啊，因为我们肯定打不过他的这时候啊，你不要去攻克他的地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能走进他们的城中，然后呢跟他和和，这样就吉祥。就假设我们到一个国外去了，别的西方国家去，我们要弘扬佛法，那他都信基督教的，我们信佛法的，那你肯定不能够马上就要强行的推行你的那个思想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各方面还弱小的时候呢，我们呢就要登上城墙呢，不攻克啊，不占有，把利益都让给对方，就是我们不做任何让对方不舒服的事情，就是我们从智慧上去感化他，嗯，然后呢，我们不需要任何的利益，就是不索取任何东西，就这个意思，这样就是吉祥，这样就是正确的啊，这样做事就对了，啊，就是没有索取的心，这是布施的心。啊，一边保持和对方的这个联盟，这样对我们很激励啊，我们在里面也很游刃有余，在里面慢慢的去伺机来同化对方啊，这样避免和客方呢发生冲突啊，不冲突，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因为客方的这个实力远远强胜于我们主方，但我们可能只有思想上或者是道义上我们可能是对的，是强盛的，但其他方面都不行，都弱。先嚎啕而后笑，大师客相遇。那么呢，会同他人呢，先嚎啕就是哭了哈，内心可能就是比较焦虑啊，痛苦啊，而后嬉笑，而后呢就是开心了啊，这个呢就表示一个过程啊。以他人会同的大军，在克服了双方的这个障碍的时候啊，会师了啊，就是两个人交朋友，可能就是中间有一个障碍，那丈母娘是障碍，可能是吧？也有可能是公司之间呢，就是可能有小人，代表互相之间有利益上的冲突啊，这也是障碍。或者我们去感化众生的时候呢，可能是知见上的冲突，这也是障碍，是吧？你说不服他，他不跟你玩，他不听你的，这个就是障碍了哈。我们就是克服障碍了。大师的意思呢，就是会师的意思啊。双方合在一起克服障碍，然后相遇啊。双方已经有合同的这个意愿了嘛，那么就要合在一起来克服障碍了嘛。啊，把双方障碍去掉。
那么呢这样就相遇了，相遇了以后这就成功了啊，这个就是完成了这个合同。主客双方联合在一起的力量呢，克服双方共同的敌人或者障碍。这个师呢是比喻主客双方联盟啊，联盟了，就是会师了，我们说结盟了。同人与交无悔，会同他人与交也没有悔恨，这表示这个各方的态度强硬，可能有些傲慢啊或者粗暴啊，那主方呢态度也强硬，就是我们也强硬，不过呢为了自己的利益呢对各方宽容，与各方联合在一起没有悔恨。那么这个同人与交哈，这个交呢就是交外了哈，交外的话呢这个意思呢就是没有达到完全的合同，但是呢互相也不以对方为敌，这也算是一种和合啊，就是宽容，和对方保持一种这样的表面的和合，原则上是因为双方意见无法统一。就像当年那个二战的时候啊，俄国跟德国签这个和平协议似的啊，他也签一个协议，但是那是啊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签的，到了一定的时候，那个德国呢突然间就撕破这个协议，就进攻了，那个时候是苏联了哈，啊进攻苏联，这种和合呢就是不是真正的和合，和以交嘛，交也，因为双方的这个条件相差太远了哈，或者是意见完全不同，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我们还要跟对方保持和和的一种态度，而不是跟对方发生冲突啊争吵啊或者打起来了是吧，那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是叫无悔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呢以随和的态度向各方呢让步，不让各方呢伤害到主方。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原则是吧，因为对方如果是个太过这个粗暴或者太过那个强硬，那么呢我们就跟他保持一个暂时的距离。不去跟他这样的对立，就是同人卦的总的原则就是不对立，即使不能够完全合在一起志同道合，但是呢也不互相进攻互相伤害，保持一个平和的状态啊，这个叫无悔。这个周易这个卦也讲不完的哈，但是因为它代表的东西太多了啊，大家都可以以此类推啊，就是这个同人卦其实是学习了以后呢是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观念的转变啊。那我们从学佛的人当然好像是应该都懂啊，但是呢我们从周易的角度来讲呢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呢其实是很博大精深啊，你看啊这个易经啊一样可以把这个佛法的这种大同思想，这种菩提心也都可以讲出来，菩提心也就是这种大同的思想了，是吧？啊，因为那个是最高境界的大同了，就是发菩提心啊，跟法界一切众生同成佛道，你看这个同最高的境界啊，这个是最终极的目标了。在终极目标我们要先一点点的去实现，从当下出发，生生世世的跟一切众生去广结善缘啊，广泛的去做布施利益他们啊，用你的慈悲去感化他们，用你的智慧去教化他们，我们的终极目标呢啊。当然呢现在的世界大同是我们现在的近期目标啊，我们先定一个小小的目标是吧，但最终我们是要实现这个啊，一切法界的这个众生跟我们同成佛道，所以说菩提心是最殊胜的啊。但是这个破除了这个我执到无我了，那是最好了，有了这个无我的智慧以后，那么呢来做这件事情来修这个同人卦了，那真的是境界是不一样的。那个世间的那个同人他还是利益之间的妥协然后达到同，我们这个不是，无我了，无我了以后呢
不管众生怎么做，我们都能够以这种心态来慢慢的去同化众生。好，我们讲这么多。